今天我们将要研究一位全新的怪物，来啊，看看他的备注。泪水一滴滴落下，就仿佛从云端坠落的繁星。小样的还挺伤感啊，我寻思也没到这点儿，怎么还提前进入网易云状态了呢？看来今天的怪物不好对付呀！啊，来来来，让我们看看谁这么伤感。哎呀妈呀，咋还哭啊？这受多大刺激啊！不过你别说啊，这个人形怪物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就这个裤子有点破旧了。我是那么喜欢你，可你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哎呀爷爷，看看他说的话，这受情伤啊！看来这怪物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呢。但是你别怕啊，就让情感大师来开导开导你。高头早起。小伙子，喜欢是不能当饭吃啊！你现在虽然说失去了一朵花，但是你身后可是一片森林呢、啊。要知道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研究的结果啊，那是相当顺利。看来我的开导发挥起了作用啊！来来，现在告诉我你喜欢这是谁了吧？嗯，我喜欢你呀、啊！我操！你这个定型信物怎么就是个石头呢？太掉价了啊！还是研究雪橇鲁道夫有意思。啥情况？双倍被倒了？难道是？果然就是你搞的鬼！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了，竟然在这里假哭！看我不揪出你的真面目！原来这只怪物叫做银河之子 H 级怪物，在管理须知上写着，研究过他的员工就不可以去研究其他的怪物。而怪物送出的石头也不是什么礼物，而是一颗挂在脑袋上的定时炸弹。好家伙，又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怪物。果然呢，越像人的怪物实力就越强。